一片丹心宝外忧啊！啊！兵王命王之破难，奉了西北王黎民之命，追看徐其妹分。玄黄现在家家楼结拜之庭，将他二人放走，不免会杀三红大王交领，这众老兵会杀交领去城。好，
Thank you.
山上大雾烟的下一次吹，我望着我把这两心背着乱心的传人身就不可得回避。兄弟，此道是今还是仇？真话长，话长一长，难以同真之。以权力之间，以臣之间，不如三两话长，天去之天。啊！恐那长虫记得南方之仇，故今此去，岂不是扬儿？哦，扬袍盖帽不是。哦，好大夫请往。这样去不得。怎样去得？你虽还了病貂毛，方狂天哪去？这身荣耀小宫难以过世，直到如今舍不得也要死，就请大王看你心的还。哎，贤弟，替孤传哪里？下面听着，我君臣前去相堂，万岁一人。Thank you.
可怜后一回，梁王李世民奉了父王将令，郊外设立和三十门，郊外去
臣愿集结一人前来相讨。他不知是哪一家？一位皇帝阿弥陀。为何不前来相见天王？只恐天罪及那难捞之仇。料他真心归顺，天王一代功臣。啊，天罪，你可要言而有信啊！哎呀，皇天啊！Woo!
官爵们，我受了围场，大爷的棺材。
两大利益乃是九番之徒，他今前来只恐他心中不忿呐、我不讲这样不知道对他了然无事，皇儿言之有理，传不之意，洛阳公之招罪利益，一日万贯请至下殿退班下回
来。儿女怎不两相成像？驸马请将，同知江鹏鹏当朝马云华堂豪不作伴这便如何如何好，刘我不免将功臣请进，哪怕我方才一见
子惊慌，濮阳公子被孤啊啊杀开了，尸首今在于何处？回孤哎。就断了功。
什么所在？下马快呀！